先介绍喜胜包，喜胜管路包里面有的东西这样子。那会有一个卡 seater， 这个是主要放进去的管路啊，有不同的长度，所以一般放 femoral 的应该至少要会有两种，一个31公分，一个35公分。那我们现在借到的教材，这个只有23公分，这个一般来说是放在脖子。那还会有这个 dilator， 会有两个不同的 size， 照顺序放。再来说，应该会有一个硬针，然后进去之后会需要放这个，像 CVC 一样会放这个 wire 进去。那 wire 进去之后呢，就是再换比较细的 dilator， 细的 dilator 放完之后，再放粗的 dilator。那最后呢，粗的 dilator 也放完之后，最后才放这一支，就是我们最后放这个喜胜卡西特进去的这个管路这样子。那这个呢，拿出来的时候它其实还没有装好，那你要必须要自己把它装好，它都一样要在无菌的环境底下操作。那要从这边把它拉开，把它拉开，那这个外面这个套管拿掉。那刚刚拉开是这样子，那你必须要把它反过来，把它反过来之后，你再把它组装好。放进去之后，放进去之后，你这边有一个旋转的锁紧，你必须要把它锁紧。你如果没有锁紧的话，你放进去它会被你顶出来，那你这个管路可能就会放失败，而且会一直流血。所以你要记得把这个锁紧，这个要锁紧，这个是蛮重要的东西。那东西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一个 catheter， 然后硬针 puncture 的硬针，然后两个 dilator， 一个最后的放喜胜卡西特的一个最初的 dilator 这样子，那还有就是 NY， 大概就这样子。好，实际操作一样要先铺好单，就是跟 CVC 一样，那只留出我们要 puncture 的位置这样子。一样记得一开始要先用石油看去做一个局部的麻醉，那你可以一样用石油看那支细针去侦测说我们的血管的走向跟位置大概在哪里这样。那确定了之后，我们就会用这个硬针去做放血。那我习惯的手法是，如果是在病人右侧的话就很顺，就是左手你先去摸这个 position 的位置，然后右手拿硬针去大概在 artery 内侧大概 0.5 公分到1公分的位置去做一个 puncture 这样子。那 puncture 完之后，就是记得就是做右手做一个 negative pressure 的一个动作，然后看看你抽出来的血是 vein 的血呢，还是 artery 的血这样子。那除了这样子 test 之外，我有时候会把它转开去看这个血喷的程度。如果是慢慢一滴一滴在滴，而且是比较黑的血，那应该是在vein没错。可是如果它是有一个 position， 一个 pulse 啊，然后一个喷射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代表你可能按到 A 了，记得要把它换掉，重新 puncture 这样子。那这个硬针放好之后呢，我左手就会转过来扶住它，一定要去固定好它的位置，不要让它跑掉。因为有时候如果 vein 不够粗的话，很容易一下就跑掉。那再来就是放这个，跟 CVC 一样，就是先放这个 wire 进去这样。那这个 wire 放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感受它是不是很顺的可以放进去这样子。那有时候你可以前后这样移动，去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在这个 lumen 里面。如果它有在血管里面的话呢，你不管是前进或后退，它应该都是一个很顺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好，就把它放到底。那这时候呢，要把这个硬针拿出来的时候，我会习惯就是左手拿着纱布，然后压住这个问的地方。然后把这硬针抽出来，然后顺便再压着这个 wire。那这边呢，我会习惯就是，把这个尾巴再用左手一样，就把它抓住，然后让它短一点，这样才不会乱飘、乱跳，这样有时候会跑出你的无菌内。那接下来就是跟这个 CVC 比较不一样，我们的这个 Hemostar 有就是三支 dilator， 那要照顺序来，先放最细的进去。那这边重点跟 CVC 一样，就是你这个 Y 的尾巴一定要出来，你要确保这只是在外面，你可以拉得出来这样子，不要把 Y 一起送进去。那就是先放第一只的 dilator， 那放完之后呢，
就是一样出来，然后左手压住。再放第二只的打 A 的，就是稍微再粗一点，一样尾巴，外的尾巴要出来，然后这样放进去。好，然后最后就是第三只，我们最重要的一只。其实有时候，如果伤口不够大的时候，它很难进去。你可以考虑用这个刀片把这个伤口画大一点，你这样经过皮肤的时候阻力才不会太大，这样子。然后这一次就给它放到底。那这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再 test 一下，你可以 test 你这个外是不是顺的，就是一样是前后这样。如果你这个外还是顺的呢，代表你这一支管路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样子。你最后就把这个外拿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留一个皮一个通道在这边就好。那我们要把这个 set 就是整个拿出来。那一样，这边是用旋转的方式把它打开，然后直接把这个管拿出来。那这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这个管路是里面通道是有一个 valve 的，所以血就不会这个时候就不会再流出来。那有些是没有的，所以你要记得，如果它在流血的话，先用手指把它压住这样。啊，但是这个是不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用这个把卡斯特放进去，就是一样顺顺的进去就好了。好，那一样把它放到底。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特殊的材质，有点像棉球一样的东西。那这个呢，就是用意就是要让这个伤口可以粘黏，可以封闭这样子。那如果你这个管路是预期可能要放好几个月，可能病人要一直靠这支的话，那你就把这个东西放到伤口里面，那它就可以把这个伤口去做一个粘黏跟闭合，减少细菌落跑进去这样子。那如果你这个管路只是要暂时帮助病人度过他的 AKI 的话，肾脏功能会自己慢慢再回复的话，那你这个就不要再放进去了，因为这你放进去的话可能会增加这个移除的困难。那这边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动作，跟 CDC 最不一样，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管路去做一个剥皮，然后移除这样子。那你这边就是用力把它剥开，你看这边就会裂开。那接下来呢，就是往两边拉开，做一个剥皮的动作。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你的卡西特慢慢就是一点一点被你这样推出来。那记得你不要这个要固定住。或者是你要把它往内推，就是一点一点，还是把它往内推进去。因为如果你这个剥皮剥掉，然后你这个没有固定住的话，这只可能又整个跑出来，你就直接放失败这样。那所以你要，如果你有第二助手的话，你可以选择叫助手，就是把这个管卡西特顶在这里，那它不会往外滑脱。要不然你就是要一只手自己在这边把它压住，然后两只手这样往外这样拨。好，这样你就会这个就拨开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就要拿空针去 test 你的这个 CPH， 看它是不是顺畅，这样子，一定要确保它非常非常的顺畅，而且你可以抽出来的速度很快，你这样 CPH 机器在运作的时候才会洗得顺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最后就是固定。那除了这两个非机翼要固定之外呢，通常我们会选择这个伤口这个地方一样再缝一针。然后这个接机翼这个地方也在缝一针固定这样子，那最后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就可以完成这个洗肾管路的置放。